哎呦，要照来照去。哦，这捆两百五不错哦。太大捆了啦。60，200，100，要这个价钱啊。哦，各位5克100啦，老板太帅了，我还有一个手指头，给我。买小菜，买好多。我尽量提高，但是我提不起来了。哎，各位，我们今天要来逛牛墟。对，像很久但没有到牛墟买东西了哈。啊，所以今天想说来早起一点来逛一下。一定要早上，因为它中午以前就收了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先往里面进去。先往里面走，好。好，走。阿丽呀，你好。哎呀，小丫丫跑出来了啦。哎呦，要照一照去。以前都好想带一些鸭子回来养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但是没办法，家里没办法养。哎呦哎呦哎呦，要走去路林啊，要走去路林啊，去。所以它是从里面延伸到外面这么长啊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哦。哦，这捆250不错哦。太大捆了啦！回来做那个葱油饼啊，加葱都不用怕、啊，有没有？一捆那么大，捆250，这行李用的呀、啊。哎，塞啦！我看了我就很想买。现在就提着吗？啊，还是出来再买？如果要买，现在就买，离车子比较近一点。我们都先冲进去里面啊，逛完了出来的时候要买再来买。好好，各位太贵啊！我屌几巴呢？你看多赞，一票才20块钱，对啊。每次来牛墟就觉得很好玩哈。应采一百十块。够啦，来一百十块送要来啦。帮你买回去嘛。来找人干。哎，对对对对。小鸡。找那个。哎，有没有人要养鸡养鸭的啊？这里很便宜哦。哎，什么品种都有、哦。啊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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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哦，这个如果我们有小空地来养这个，应该蛮有趣的。用一个小鸡寮那种。对。现在还忍着还没买，因为这好几百摊。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各位。现在我搜寻一下。前面还有很多啊，很多可以逛的啦。看不到镜头的前面啊。对啊，哦，各位有没有觉得来这个牛墟很有魅力？有啊，拢人你来看。对啊，好几百摊，大家都在逛。这些东西都真的很便宜啊。感觉就是很大的菜市场啊，你要买食材也有，然后又买一些五金百货什么的也都有哦。对对对，就是非常非常传统的那种传统市集。啊、哦，对。像我们全台湾的牛墟哈，现在有在运作的大概就剩三个而已。对，369的北港，还有今天258的上化，还有147的盐水。走到这里，然后看到另外那边也都是啊，都是人，有没有？对。好，这里后面也都是。对。哦，然后各位走进来这里哦，里面是菜市场哦。我们先往里面走。我们先找个东西吃一下，我早上还没有吃。对啊，巴肚枵啊。对对对对对。来，找看有牛肉汤行啊，啉无？好好好。老板还直播哎、欸，对啊，现在在卖鱼的都在直播，有没有喊鱼的，很多都变这样。我们先来喝个牛肉汤好了。好，走。那各位，汤来了。这个大碗的，小碗的，好啊，两个饭。哦，各位，你看牛心汤，这个比较小碗啊，因为比较晚来，如果早一点来会比较多选择。嗯，不错。今天刚好是那个礼拜六，今天的牛墟日子是礼拜六，如果有遇到周六日啊，人也会特别多。嗯，对。哇，我来帮你，怕你被肉淹没了。但它就没有办法说像那个什么花肉啊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这个肉就比较一般啦。好了，这个先给各位，来，谁要谁先处理一下。这锅看起来也很不错，但是吃饱了。
各位吃饱了，我们来这里哈，我们都会先去吃东西，先填饱肚子。对，填饱肚子啊，所以我们会来先往里面菜市场这里进来。对，这个、比较多吃的。哎，你看这里在卖鳖的，炖鳖、炖鳖、炖牛鞭，还有炖猪肚，要吃的东西其实还蛮多的啦。因为那边过去那里也很多吃的。它在这个里面比较不会那么热，外面就比较热。哦，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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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善化羊肉店。哦，要吃羊肉的这里也有。对。啊，这里要炒鳝鱼，有没有？花枝，有没有？啊，每次来都可以选不同的吃。各位，那我们开始我们的采买了。各位，很便宜哈，100块。100块，三大颗。我回去打汁。好。木瓜牛奶好喝，对，好喝。哎呀，我那边一斤50哦。好好好好好。买一条就好啊。还偌济？85哦，好。来，这颗85，各位。挑战看看，我不要紧，阿姨安尼就好。阿姨是蚵仔专业户啊，他三年在这里都是卖蚵仔。第一次要挑战做这个食材，试试看，好，再继续逛吧。好，走。冰大烧啊，各位，冰大烧，啥物人要处理？紧嘞，人不爱烧冻的啊，要直接卖卖啊，有听到吼？柠檬甘蔗汁哎，好哦，要喝、啊，哎、欸、要喝，大哥这啊，两罐一包、哦，哎、欸，这甘蔗的哦，是甘蔗，甘蔗汁，三罐一包，哎、欸，我这两罐好啊，两罐哦，嘿嘿嘿，啊谢谢，哦大哥谢谢，我客人的哈，冰还冰的呢，冰的，哎、欸、对啊。哇，有消暑吗？哦，有消暑。我们水灵也有一间很好喝的。不过我觉得这个喝起来比较淡，水灵的比较好喝。比较好喝。像这样天气热热的，喝一点还不错。对啊，喝点不错。干杯的，大粒瓜，小粒瓜。你那个羊肚菌怎么卖？羊肚菌比较贵哦，那一小包就要500块。哦，这一包要500块。对。哦。因为台湾种不出来，那个都是要进口的。好好好好好。好，各位回家煮海燕窝。好，三包，三包一包。但是都是冻店的哦。我冻店，我三包一包得个咩？我也是。冻店的时候空调乌乌的，有部分地方是烂烂的。要消掉了。对对，要消掉。啊，要什么饮料？养肝茶。养肝茶一瓶吗？嘿嘿，来一瓶。好。啊好。25啊。对，25。我来喝一下养肝茶，看养肝茶好不好喝。养不养肝？这个25块比刚刚的那个甘蔗柠檬还要便宜一点，一半价格吗？哎，对。但它这个不知道喝起来是不是青草啊茶味？青草茶味啊。是哈、哦。而且是浓的，哎、欸，这个好喝哎。无糖的。哎、欸，我喜欢。无糖的。哎、有糖有糖，糖再少一点点，我觉得更棒。这个比刚刚甘蔗柠檬我更喜欢。你要吃大饼吗？60，2100。对，他这样一块就是100。那收摊价才有这个价钱呐、啊。小菜收摊吗？要不要？好，老板娘100。每次往烤箱、微波、电锅、平底锅、气炸锅都可以加热。好。用单蒸的方式。好。各位，很大一片呢，很大一片呢。那个大锅子烙的。对啊，对啊。没有油，你看我那个盘子都很干。对对对，不油腻的。对，油毛忘记哦。哇，谢谢，谢谢，年轻人啊，是在台南，可是
就离这边有一段距离，这我就算是第一次来这样。哦，好好好，哎，年轻人会来逛牛墟，蛮难得的，哎，难得哎，这时候不是应该还在睡觉吗？假日说难得早起。哦，太好了，要继续支持，因为我们很少有观众是年轻人，有的话都是跟爸爸妈妈一起看。对，对，我们遇到的都是跟爸爸妈妈一起看。对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能量五十的，能量五十的，各位，你能够耐得住吗？各位，我耐不住，买五粒一包，啊，摕两粒我妈妈。好，改敬哈，改敬，好，来。哦，各位，五颗一百啦，帅啊，老板太帅了。真的吗？对啊，每个都这么讲。走到哪里都对啊，各位了，来这里五颗一百找老板呐、啊。老板是人看人娱乐。嘿，来来，找钱。谢谢。现在他要十一点了，是不是？嘿，应该是哦，已经有很多在收摊了哈。哎，谢谢，弟弟好乖。哎，好乖，好乖的弟弟。对啊。那很多那我们那种南部的这种哈，都假日都会在家里帮忙。哎，到这行李。对啊，这弟弟用这乖。来，大小杯，我调一杯。大泡杯，大泡杯。哎呀，那大泡杯。三条五十，三条一百。三条五十哦。小条啦哈。哦，啊，这三条一百，这较大条的哦。对。安尼好，这三条好啊，各位，三条五十。三条一百，我先选择大条的。谢谢，谢谢。三条一百啦，帅啦！我看到大条的，有时候我都不太敢买，我很怕打开它是菜龟婆。以前有遇过这种的，真的有遇过的。对，因为太老的那个不要挑。但是把它养到很大条，然后一打开是里面有那个菜龟婆。对对对对，这样一捆二啊五，五斤哦。哦，啊，一斤五十，这个较水哈，是迄个较水，这个较水哦，哦，安尼好，这个好啊，哇，这個、大白啊，大到赞呢。我拄仔来就是要甲你买，但我刚行到内底，搁出来先食一下，想讲出来再来买。五斤的青葱。各位，五斤两百五啦，帅不帅？帅啦哈。小菜买那么多，我靠，我手上还有哎、欸，各位，我手上还有哎、欸，我手上还有哎、欸，还有木瓜，还有一些。饮料越来越重了啊！对，各位要记得按赞哦，把影片分享出去。各位快要结束了哈，一定要买你喜欢吃的洋葱。对的，哇，好开心啊！啊，请问一下，这个洋葱怎么卖？一袋一百块。这一袋还是这一袋？这一袋。哦，这一袋啊。不是里面那一袋吗？不是。很可惜，是外面这一袋。哦，好好好，各位，我本来是想说里面这一袋啊。对。好啊，结果是真的这一袋。这一袋给你。啊、哦，但是不行。可是我突然后悔了。对。但是这袋一样很漂亮，你看又漂亮又大。是恒春的、啊，你回去吃好吃。一百块而已哦。比较软。一百块而已哦。哦，你这个很大颗又漂亮嘞。对啊，屏东恒春的、哦。这是恒春的、哦。好，谢谢你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拜拜。等我拿着，我拿着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再拿，我还有一根手指头。不行，给我。这样可以。给我。Yes。走吧。好，走。回车上。回车上，回车上，各位。哦，你看，买小菜买好多，我尽量提高，但是我提不起来了。这里还有嘞，我屁屁后面这里还有一袋嘞。对啊，单手拿摄影机，然后单手也提那么多。哦，你那个看起来都好重、哦。真的是大丰收，我先把它放在车上。哦，真的是好重。对，要吃吗？那反而我买两块会比较便宜一点吗？四十倍算两百二十。好，帅。准备太贵钱了，来啊，叫钟妹妹啊！水啦，好，给恁囝赞的，行李囝，就是安尼。钟妹妹啦，钟妹妹啦，不会先来载。对啦。各位有看到吼？等下后生谁去看呢？哇，头家这行李囝。孙啊，这孙啊。哦，孙啊，哦，孙啊，孙啊赞哦。在喝名啊。哦，大家来玩的时候，你看到这一摊那个西瓜摊，大家也可以来这里看一下。好，谢谢啊，好，谢谢，哎，挺重的哎。
各位最后他想要吃西瓜，对，然后看一下他那个切的还蛮漂亮的，我们就买了。看起来有刷，哎，对啊，有刷啊。哎，头家很破，伊在破的时阵就看到讲内底有水无？啊，对对对。哎，我想讲哇，那水我得甲买。嗯，啊，还不错啦。哎，看起来还不错。看起来很清甜的，因为现在太热了。好，各位很热，我们刚回家。回车上，回车上。回家，回家。哦，各位，我们回来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哎、欸，各位，我们跟小蔡大概算了一下，我们今天买这样1545块哈。哦，那1545块可以买什么？好、哦、像这个菜很便宜，有没有？一百十块啦，哈、嗯。五环。这一捆。50块。这个一般我们在市区，你绝对吃不到这个啦。很少见，哎呀，一般传统市场也很少看到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好、啊，然后里面有些东西真的是还蛮便宜的，你看像这个。哦，对呀、啊，五来五粒一百，五粒一百。5块100哦，安尼几粒二十啦，你甲看。对啊，啊自己挑啊，你看，自己挑，这翁来很漂亮，有没有？这个幸福小两口洋葱，好，恒春的洋葱、啊，恒春的洋葱。哎、嗯欸，各位，这个洋葱，你看这样一整袋啊，我刚才算了一下，有12颗，12颗，一袋100块，所以一颗不到10块钱呢、欸，一颗不到10块钱，8块多而已、欸。对对对，一般我们去那个超市、量贩店，一颗都要15块嘛。15块，对。哦，对，而且没那么大颗，哎、欸，这个很大颗哦，各位那个话以长外器物啊，哦，这个很大颗哦，哇，男人的手那样。好啊，还有像那个，好，然后还有那个木瓜啦，哦，木瓜、丝瓜有没有、这一类的，100块啊，这个也有3个50，但我还是挑100的，然后100的比较大，比较大条、欸，小的我会觉得我搞不起啊。哦，还有这个煎饼。哈尔滨大饼，1/4张给我100块，对，它、啊、切起来就那么多，超赞了。对，最后还有就是啊、哦，这个葱对不对？对，5斤哦，哎、欸，各位5斤哦，5斤哦，各位5斤啊，你个看小菜掺配葱，你个菜葱这偌大杯，5斤就是3公斤。嘿，对，哎、欸，这样250块，250块，哎、欸，这很便宜吧？现在葱很贵，一点点就多少钱了？对呀、啊。一小把就40块，全年的啦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嗯、啊，所以啊，我这到牛墟去挖宝吗？探险。对对 对, 对。哦，其实也挺有趣的啦。蛮有趣的啊，因为你看他现场还有卖那种手工具，我看还有卖一些二手的。对啊。有一些男士大哥吼、哦、都围在那里找。哦，对啊，还有什么钓鱼的网啊，上面有的。啊，拢有、哦、嘿对，啊，还有迄画鱼啊。画鱼啊，对。哦，还有那小鸡小鸭。哦，对，哦，好可爱。现在人可能想把小鸡小鸭当作是这个养宠物、哦，但是实际上像这个，我们以前在乡下，大家拢是买鸡鸭啊，等来饲饲饲，过年糖啊台。对啊，哦，才会有鸡鸭肉啊。都是饲嘿。对对对对，啊，所以可以捡一些我们吃的剩饭啦，剩饭剩菜啦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啊，所以哦，去到牛墟去还蛮好玩的，蛮有趣的，蛮有趣的。如果嘿，我们两个同时讲，如果如果假日的时候啦，嗯、因为他那个牛墟向上化，它是258嘛，所以一个月9天。这258就是2号、5号、8号、12、15、18。2225、28，对的，就都有牛墟。啊，如果刚好遇上假日啊，可以早一点去。对，10点以前啊，啊可以也可以带小朋友去看，他们可能没有看过这种这么特殊的市集。最好可能就是如果早一点的话哈，6、7点啊去啦，因为啊10点有的哈，你也未了发现10点啦，开始陆陆续续在收啊。啊，对。對有影啊！即卖来个咧夏天啊，会较热。对对对对。较早起会较袂遐热。对，所以、欸、各位今天带大家去看一下，你看牛墟1500块买那么多。喜欢今天的影片大家记得按赞分享出去。嘿。好。那我们下次再带大家去看一些不同的地方。嗯。好、哦。还是有趣的市集这样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到这里了。好，所以各位，我们下次影片见。拜拜喽。拜拜。拜拜。我要来处理这些葱了，我把它分一分哦。今天哎，我们上次那个什么葱油饼啊，葱油饼一个月的葱油饼要吃，我可以多加一点葱，大把的加葱，把葱，然后直接有没有弄卤牛肉把它卷起来啊？对，牛肉卷饼，对对对，大葱牛肉卷饼，好，好，拜拜，等你了，拜拜啦。哇，可以啊！你看一下，哇哦，今天的这个葱真豪迈，用力卷呀，用力卷啊！对啊，小蔡今天去看那个什么，那个天年那个葱，如果这样算起来，5斤的话，大概将近600块，对不对？585块，585块，按、啊、我们买250块，所以今天可以很用力豪迈的这个吃葱肉卷，对，葱肉卷，对。
好啊，然后这个就是菜龟，煮好了，煮几条，哇，很棒，嗯，哦，那我杀掉，可以好好享受一下了，可以，有这扎实的不？有啊，哦，葱这样卷就是爽啦，嗯，哦，这你唔知道要食啥？